再会。擔心我仲中緊毒，因為啱啱早前好驚咧，就同大組員 Joey 咧喺行街嘅時候見到路邊咧有棵好靚嘅花樹，咁諗住幫佢影相留念啦。咁然後翻到屋企咧，就發現大家都唔舒服，佢就話頭暈咗成晚。咁我就翻到去嗰晚咧，未有特別不適住嘅，但係就好似迷迷糊糊、精神不振咁，仲竟然咧仲諗住禮拜六晚開睇到學是學非添，點知開出嚟係女生演唱會。因為禮拜日才有何時何非看嘛，直接迷糊到連日子都記錯，第二朝起身呢還有些想作嘔頭痛的症狀。後來呢 Joey 跟我說才原來知道那棵花樹是有毒的，我們就應該差點就中毒了。哦，因為我們的症狀都比較輕微，不算太嚴重，所以我們都沒有先就多些休息，飲多些水，其實我自從分享了我呢個差啲出事的經歷之後咧，咁好多朋友咧都好關心，翻翻嚟慰問我嘅。咁就我諗合作開嘅同事啊，即係無論係你問嘅 Leonard 又好啊，甚至咧我哋其他節目嘅朋友啊、導演、幕後嗰啲咧，都係有好即係大愛咯。咁但係我覺得最唔好意思係我屋企人都有關心我嘅，要佢哋即係都擔心咧，真係唔係幾好意思。